一期稻米收成了后，九仑乡农会马上进行良质米竞赛。今年九仑乡总共23人报名，最后只剩8人晋级了决赛。今日评审用上严格眼光，要替九仑乡选出上好良质米。农会嘛，要用上感恩的心情感谢农民，再种出上好的九仑稻米。有这好的成绩，啊，咱也感谢辛苦的农友，恁对咱稻米品质的提升付出的真情甲辛劳啦哈，伫只个。各位深深感谢，谢谢。经过外观和试吃了后，今年二轮冠军米由这位女性农友所摕到，而且已经连续三年冠军。第一名啦吼，啊，这个戴彩彤小姐，哦，来。应景川啦。应景川咯，啊，目前进哪块？啊？进啊进。加十家咧。加十家，专门在播猪啊。有啊。哪里有？啊，这个是抱着什么心情来参加这个粮食竞赛啊？当年嘛，坚持理念。坚持理念。嗯。哦，阿公坚持理念。安全用药啊。嗯哼。合理化施肥安尼。合理化施肥啊。虽然冠军只有一个，但是这位77岁农友林树，也是想要透过粮食米竞赛来了解自己的实力。像我对这方面有兴趣啦。是。啊，你本身种偌久？种偌久啊？我种七轮外啦。嗯。嘿。啊，种是种真久啊啦，啊，即嘛是算我最近即几年啊，走落咧种芳米啦。嗯，明年继续无？啊，做看咧，做看咧。今年稻米受到气候和稻疾病相残影响，相当无好照顾，尤其是对芳米来讲。不过今年二轮乡农友多数也是选择芳米来决算赢，但是专家嘛提醒，竞赛米但肥唔通落过量，那无影响到口感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